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游轮之旅，现在来到了日本的冲绳县的石垣岛。为什么叫石垣岛呢？来到这边一定要付石垣就可以登岛了、这边是米其林三星最漂亮的一个海岸，就是水很清澈、然后有一些游客呢，他会这边坐那个海底船、那边说如果是游轮的岸上观光的话，就是要付了79块美金。那如果没有自己来的话，可以自己坐车来。很漂亮，很悠闲。一个海岸线，我们走到前面去看一下。这边全都是整个珊瑚礁的地质跟地貌，因为八重岛的部分这边也都是火山岩，然后现在这底下有很多的珊瑚礁的部分。Okay, 好，旅行一见新自己。今天是2018年4月27日的早上，11:25。OK， 好，拜拜，小编 Steven。